尉迟恭，公元585年至658年，字敬德，朔州善阳（今山西朔县）人，中国唐初大将，凌烟阁24功臣之一。传说其面如黑炭，青年时期就以勇武闻名乡里。他打铁出身，力大无穷，武艺精通，舞一条45斤水磨竹节钢鞭。隋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尉迟恭参加了刘武周起义军，成为刘武周偏将。此时18路反王，64处烟尘一拥而起，各路好汉混战一场，最后中原地区只剩下定阳刘武周、洛阳王世充、太原李渊三路人马，鼎足而立，各自率领一批猛将，连年厮杀不休。其中太原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力量最强，经过多时的苦战，公元620年，李世民统帅的唐兵把刘武周赶进了沙陀部族，又把尉迟恭困在介休县城里。尉迟恭与唐兵交战，一天里连打唐营三员大将，连三太子李元吉也挨过一鞭。李世民见尉迟恭是条好汉，是员难得的猛将，于是决心一定要收服他，便天天叫士兵在城外劝降，就是军师徐茂公也经常在城下喊话，经劝降，尉迟恭终于归附了唐朝。尉迟恭归附唐朝以后，被李世民认为右一府统军。当时李世民正与王世充交战，有一天他带了500骑兵观察地形，王世充率步骑万余突然把他们包围起来，世充猛将单雄信挥枪直刺李世民。尉迟恭见情况危急，不顾一切，大喝一声，把单雄信刺于马下，保护李世民冲出重围。这时正好大将屈突通带领大部队冲杀过来，合兵攻击，王世充大败，被斩获6000多人，其冠军大将军陈志略也被俘虏。从此李世民对尉迟恭更加信任，尉迟恭亦对唐一片忠心，跟随李世民屡战沙场，拜窦建德、王世充、刘黑闼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武德九年，即公元626年六月初四，历史上发生了玄武门之变。秦王李世民针对其兄李建成、其弟李元吉联合争夺皇位的情况，在群臣的参谋下，率长孙无忌、尉迟恭等人伏兵于玄武门，发动了玄武门政变。尉迟恭等人助李世民夺取了皇位。唐太宗贞观6年，即公元632年，
尉迟恭官拜右武侯大将军，赐爵吴国公。这一年突厥犯境，李世民命尉迟恭前去迎敌，他率轻骑直入敌阵，杀其大将，突厥败走。贞观八年634年，任荆州路总管府总管。他在治理荆州期间，下令沿荆襄古道构筑三关，北有越襄关，中为马牙关，南有虎牙关。三关建成之后，使荆门成为进可攻、退可守的战略要地，还修筑荆门城、沙洋铺，均为军事重镇，并组织修筑汉江堤防。贞观十一年，即公元637年，李世民大封功臣，以尉迟恭为宜州刺史，改封鄂国公。贞观十七年，公元643年，为了包章功臣，李世民命人将长孙无忌、魏征、尉迟恭等24名功臣像画在凌烟阁上，并常去观赏，以表示对功臣的赞赏和纪念。尉迟恭晚年闲居，学延年术，修饰池台，谢绝宾客。唐高宗显庆3年，即公元658年2月去世，享年74岁。唐高宗为此废朝3日，亲自为他举哀，并命在京5品以上官员都去参加吊唁，同时册赠尉迟敬德为司徒、并州都督，谥曰中武，赐东园秘器，给班建、余宝、鼓吹陪葬西安昭陵。尉迟敬德作为唐初大将，自归附李世民之后，凭借高超的武艺，多次冒险救李世民于危难之中，立下了不世之功。他一生战功卓著，为人忠信，光明磊落，同时还有远见的卓识，如玄武门事变后对太子的党羽主张视而不杀，这一举措迅速缓和了内部矛盾，同时还为李世民保留了魏征那样的大批栋梁之才。正因如此，后人将他奉为代代相传的门神，画图流传至今，在民间艺术领域中散发着无尽的魅力。